手宝宝是怎么玩花园的。嗯，新手一般碰到的也是新手，战术什么的也不需要，直接烟雾加橄榄。新手宝宝一般都没有橄榄，好吧？哦，假设有，好吧？亏到后面就见识到了吉吉国王的恐怖，第一想法肯定是给治疗。哦，勉勉强强拿下一面旗子收场。哦，小鬼头是怎么玩花园的？小桃，你来演示一下，就这一家呗。我可是很厉害的哟。哦，最近的万能偷家法我可是要好好学习的哟。哦，不错，学到了我的精髓。大嘴是怎么玩花园的？你自己怎么玩的？你问我吗？我来的话，那肯定是上炮灰吗？哦，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就是海鸥一波解决。庞长大家伙！哦，老大，我要恭喜你。嗯？恭喜你又成功甩了一期视频。不要忘记给老大点赞哦。